各位检察师请就位，大家鼓掌。大道已明显了，我刚一走到那边，老先生说过，大道已明显了。
都成了教会了啊，世界的教会普遍统统全好，没有不好的，可是不能超生了死，也不能成圣成仙。有成的没有？有啊，成什么成？七天之间他就是没转生，几百年过去了，将来他还得要转生。我们这次老天有命，一步之超，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，全告诉你了，这条路给你开这一窍，所以我们这一点叫道啊，大家得记清楚啊。我们讲的通通成的教不是道，大道无形，你怎么能讲呢？所以我们得这一支点叫得道，道就是我们那个天命，我们那个真主人，我们那个真灵性，天心、天道、天命。为什么加个天字呢？因为我们灵性又无极理天来的嘛。说这有了天地以后，各种的教会也那么修道的，只为成为后天有形有相的。所以大道无形，我们得着了，得着了，你造了一身的罪业，你没有功德，并不是你得了不能成了。这是老天有跟一天超生啊，那不错，朝闻道夕死可以吗？得道你称心啊，守住这个道，保险你百年以后会天堂。可是老母那个学生有啊，头五十年都有啊，将来开龙华大会难中定国，什么时候？过去过今年，早已说过今年啊，刚中间老师还民国34年日本投降，你听听说了，一个原子弹20万人消灭了那一个小地方，那个第3年不长草，哎呦，我太醒悟了，将来一定是这个。老天说了，先给你一个小原子弹给你送信，叫你知道知道将来有这个大事。现在也爆上灯了，有20个国家才有原子弹，早晚是爆炸。有那一天你往哪儿逃啊？我们这个肉体也是逃不了啊，老天降道是救你的命，救你的灵性，脱这个轮回苦海。我平常修道立功立德一定是好啊，好你有限度的，是多少年没转生，你还得有功德。人家早修道的立功立德做善事的多了，将来人家那是先修而后得，将来老祖师出世平手万教，人家投过来了，人家有功德，人家马上还是领导者。我们虽然是先修了，修了你没有功德，将来你回屋这几天你是看看观望观望，看看人家有你没有啊。所以人家明白这个道理的，人家心功立德，舍身为道，舍家撇业。现在你们本省人，这南洋半岛的、美国半岛的、日本的，啊，全都你们本省人呐、啊，全都有啊。我们这部分都有吗？可是你们大家全没有啊。你们进来看看，我家成立佛堂了，我当坛主了，我立院了，立院也立了，坛主也当了，那是个虚名啊。你当坛主，你一点功德不立，一年了连个人也没有救，来个道亲你什么也没给人家讲，你说你那个坛主，你以为都有个行功啊？恐怕一点功德没有啊。如果人家在你这儿求道，你没给人家等着，你给人家耽误了，恐怕我们当坛主当讲师的才有过错呀。点分师也并不是成道，我们老师说的千人千人一样下地狱。他说我们老师有千人呢、啊、为什么不成道呢？先不能告诉你们吗？谁修谁得，谁犯谁生。所以你立愿叫你愿，希望你大家守住你自个儿这个心，不要叫他胡作非为，守住你的愿。大家听懂吗？懂。守佛规，你修道了不懂佛规，问问我们自己，每
天，那这个佛归程做到了没有啊？你得反省吗？如果你不守佛规，心也没守住，你宣誓济公佛陀弟子，恐怕你没有功德哟，还应当是坠乐哟。如果我们要是再被判上去了，你先不有这个命啊，上天勾出你的天牌，没有你了。你拜济公佛陀老师，你又拜判上去了，那你还算济公佛陀的老师的弟子吗？你不能再算了。就好比我们中国人，刚才我给他们送走了，上马来西亚的啊，上飞机场了，他来到台湾了，他不能算中国人，他是马来西亚生的，虽然是根本是我们中国的祖先，现在我们中国没有他那一号。我们修道也是如此，你跟着我们老师是什么，跟着老祖师来降世，犯这一判全都是在老母那儿立的愿，说来到了，说你得道受信，你有这种愿力，大帮助道。诸天天佛全讲是大帮助道嘛，尤其你们这个坤道，你们得记住了啊！你全都佛祖菩萨降世啊！我求道的时候，钱坤道多少？你们这个坤道自古以来，你不信看啊？孔老夫子三千徒弟子一个女都没有，释迦牟尼佛十个大弟子后来选了500尊罗汉一个女都没有，耶稣有12个大弟子一个女都没有，我们中国历代传统的一代的祖师一代的祖师一位女都没有，所以二人领天命自古以来没有。所以我求道那时候仙佛都说吗，仙佛不愿意降世，怕迷住这个本性回不去，所以大部分降世啊，全找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家，直到困苦，所以得了道很容易信。说大部分转女身，我们都问仙佛吗？什么意思呢？说女人造最少，你们全念过书，也有懂得英文的。恐怕女人到最少，什么书上也没有这句话。仙佛对面跟我说，大部分转女人，大部分转女人，大部分女的一定是多了，那部分一定是小部分了。现在一开法会我都看出来了，全都是女的多，男的少。你们开过法会的也知道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证明你这个女的全是仙佛菩萨降世啊，别给自己看清。可是老天有命啊，仙佛降世，你这次不修不办，可是也回不去了，回不去了。因此什么呢？改天盘换地盘，重整世界，另立天下。天盘要改变呢、啊，好比晚上几天前的玉皇大帝，你不问你问问70、80岁的老年人，关圣帝君当初他是长玉皇，没听说有关圣帝君的玉皇大帝，书上也没有。现在人人承认，证明天盘佛祖一律改变，将来八阳世界收元回去以后，冲锋阵另立各派。这个老母这个军全有啊。你们虽然是求到了，你根本你们知道的太少啊！我你得到奏心，现在最落后了，你只要诚心敬意，啊，舍己为救大家，存着好心，办着好事，救好人，那并不是分多少，凭你至诚，保险你将来开工发大会也有一份。如果你马马虎虎求到了。怕将来开工发大会的时候，你没功没德，看着人家有你没有啊？那时候可怜了啊！看看人家祖先超生，自个儿有果位，我们连实力没有，没有回来的啊！再回来，再轮回转变，再想着回去就没有了啊！老虎就有那个训呢、啊。
由开天至收天就这么一字，现在是小混字。现在我们看出来了，眼看世界原子弹要爆炸，报纸早已先说你没看见，现在原子弹爆炸了，你听见了，也看见了，报纸也登了，电视也报告，有点脑筋的人通通全知道，妥不了。到那时候我们后悔就来不及了啊！今天我们大家又见面，昨天也有那么些个人又见面，我们人太多了，可见我们老师领天命不假，老母命更不假。那么这民国27年我求道的时候，北京才有6处佛堂，天津10几处，全中国世界各处通通没有，人家全不信呢，说我没听说过嘛，一个老太太领天命我没听说过呀。现在你看证明，要没有老师师母，哪有那么几个女的呢？是老母子大公无私啊，看世界的众生全是老婆的儿女。我们大家得知道，我们人间有男女老幼，有富贵贫穷，我们那个灵性可没有啊，上天那个灵性可没有富贵贫穷，也没有男女老幼，这个大家得要明白啊。今天我们大家又见面了，昨天跟今天差一点，昨天也就是有几位地方上的人来这儿给我们剪剪彩，也是跟这一样鞠个躬，大家说几句话还是一样，我们为的是大家见见面说几句话，知道知道我们的鞠躬多多的意思，希望你们大家一定得要守住。大革命了，政府让你许可了，许可将来就没有了啊，老天都说不了话，他们还不让我说呢，老天的学生有吗？大革命了，钱真没有用了，那现在你拿钱干什么用？你说因此能勤点工的，那点钱的印身术书用不了，所以釜山那儿会盖图书馆啊，这个钱没一点交的呀，老人家现在钱用不了了啊，幼儿园的一个小部分那也有限度啊，拿到300万基金搁那儿摆那儿了，大家辛苦那个钱他都开销就够了，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力量很不小，希望大家要齐心努力，大家呀得尽心。这个好比大家吧，看见这个了，是你大家操持啊，各位名誉董事，行政委员好几百，人家大家拿钱的，受累的，操持好了，我们人人各尽各心，我们人力。钱的物力，自历来的神仙天父也都是如此，也都是这个嘛，牺牲我们自己照亮旁人，大家听懂吗？最要紧的我们真修道，你这个忍者相得要去啊，你看我们普通人这个道心犯一件，眼春事也犯一件啊，他好他不好，怎么着早起了没吃饭怎么着呢啊，坐那儿坐坐，坐那台阶坐坐。大家没吃饭，差一点啊，希望大家呀，别给这个事情看轻啊。65年都这么一次啊，以后不能再有了。好比今天我们大家又见面。昨天大家见面，我听说有3000人，你们大家没见，再想着见就不容易见着。今天我们大家聚会一次，这就是沾天的事的。我们希望大家赶快勤点工，聊点缘，等着你有一天没有了，没有了再想着办也就没有了。好吧，祝你们大家平平安安啊！好，谢谢老天慈悲。没有各位。
那晕了呢。现在我们如果站不住的，你可以听到到台湾这儿已经觉得麻木了，希望大家自己个人检讨自己，我们这一年你办的什么事，我们这一天早起来想想我们今天要办什么事，晚上睡觉再想一想我们今天一天做了什么，有什么贡献，对人有什么好处。历代的十年前我选择牺牲自己为大家有好处，我们普通人呢，我好就好，我不管他呢，我有财有钱有财产，我这儿买了以后一闭眼十来年灭了亡，自个儿去了有罪自个儿带着老下地狱，有功自个儿成七天先生，现在老天开大开口斗又会云过些年，现在大家也看见了什么原子弹呢，早晚的爆炸啊，早以前我说我没看见呢，一天能有地多了，那不是一位两位啊，你也别说了啊，这上面看到没有，说你又怪怕上去了，那你不能再算进我的地了啊，将来这个旁门要从哪儿就全从我们这个道理的沟啊，那个眼睛吃了这个台词了，他自成组织去了，将来也啊，他嘴会说，他有势力啊，我也能认上去。我是金龙侯的弟子，你要再背他去了，那你算什么呢？那成金龙侯的孙子了。哎，金龙侯也不要你的孙子啊。这个大家得要知道啊，听懂吗？好、啊。我今年87岁了，在世间时间很短暂啊，我们希望大家。齐心努力，个人尽个人心，我修道修我自个儿修，我修好的好的，那个地主占其田，你不能成道，你念一辈子佛经也不行。所以历代的圣贤贤佛，舍己为人，济众生，为大家好。说修道修心，我们办道是尽心。我是济公和我老师有人训吗？那是我们真理良心嘞，帮助人家，助人为善，教人大家好。反过来人家才说你好啊，你对人一点好处没有，人家谁说你好呢？大家知道啊？知道。好了，今天聚会一次，也许是连着我们有3天，往后呢大家随便来。现在我们那些新东西人太多了，来这边的那来，那人也没有那个时间。往后呢，大家齐心努力，随时准备来。这个不是一个人的啊，大家辛苦，给我举出来了，看得起我，叫我当董事长，那全是你们大家心里功劳，我的也是虚名啊，大家得知道啊。希望大家以后齐心努力，别忘了我们全是实情实地，见面互相勉励。互相亲近，互相帮助，希望大家都能更好。今天我们在这儿有录像，大家拿这个照相，上边这个照相机都给全照去了，上边有这个，下边有这个形象，上边一定有影子。希望今天来到的大家，将来我们全队无忌在大家见面前，那可皆大欢喜了。好，祝你们大家能平平安安啊！谢谢老师。今天呢，慢慢来通知你们，我的祖上这儿，大家随便工作成年了，一点钱一点钱的，没有一点条例啊，就盖个图书馆。过几天呢，免费吃啊，按主的慢慢的，我在那儿有聚会，大家来见面，听懂吗？听懂就好了。大家平平安安啊！是啊，谢谢。请各位还会散了，等一下，请给我们讲几句话。前年给我们直接讲几句话。大家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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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李天天，你看这又一位，那怎么回事啊？大家。各位表演。什么叫表演？在这里放进来，这里放进来。
谢谢。对不住，早起来没吃饭呢，听见了没有？哎，你觉得身体不好，赶快后边休息休息去。不要等着我们倒下去了，在这个不好意思，我们如果站不住的时候，就请到房间里面休息一下。现在我们接着恭请张先生慈悲，用家庭先生慈悲。你们大家热呀、啊。您大家坐的人都站在你内底的凉的啦。头晕，别上火，活动活动。头壳嘛，感觉莫有火气啦吼，一晕，活动活动，勿紧。我给你们说说我们这个旗子。老姐，没敢讲那个旗呀、啊。给我那个假旗拿来。假旗假出来。大家全不知道这个意义啊。你都唔知道这个意义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做什么事情呢？穿得有意义，都要有意义的，又糊里糊涂的，糊里糊涂呢，你办什么事也不行啊，办什么事都不行呢。以后我们再办到，以后我们再办到，跟早已那个不行了，跟以前的不行了哦。就如同小学，如同小学，中学，中学，大学，大学，研究所，研究所，我们得一步步往前进呢。咱要一步一步往前进。时机过去了。时机那过去。再马马虎虎那全不行了。都马马虎虎的比赛哩。佛规。佛规。最要紧呢。最要紧。修道不遵守佛规。修道不遵守佛规。那没有用啊。啊，无路用啦。你看我们这光明人类之家。你看咱这光明人类之家。我们老师的名字上光下壁。咱老师的名上光下壁，一个光字，光字。我们师母的会名下边是个名字。咱师母的会名下边就是会名字。大家知道吗？大家知影不？所以我起个光名。吃光明啊！我们人也是啊。人也是啊。将来我们得要光明大路上走啊。咱人呢，将来都往光明的大路行。我们这个。光明人士之家这个旗子，恁光明家之家的这旗、啊，外边是个国徽，外边是国徽，梅花，梅花，知道吗？知道不？我们是光明，恁是光明，将来我们希望社会光明，恁希望将来社会拢会光明，世界全都光明，世界拢光明，没有这个黑暗的，无黑暗的。说这个光啊，四外冒光，光四外的透这光。中间这是个钟似的，中间就是一个钟。孔老夫子拿着一个木铎吗？孔老子提木铎，大家知道吗？大家知影不？哎，警醒迷人，警醒迷人。我是木鼓晨钟吗？锣鼓新钟啊！又敲响了，敲响起来，给这个大道叫做光明，叫这大道的光明。中间是个心，中间一个心，看见了吗？看见不？我们修道修心呢？修道修心。我们心干什么呢？那心要从啥呢？心要正。心要正。推己及人。推己及人。下边长的是个幼苗。下边长的幼苗啊。出来的幼苗。下边出来的幼苗。我们求道了。咱求道了。我们在先。咱在先。世上还没有求道的。世上真正无求道的。好像这种田苗还没出来呢，苗还没出来，我们得要照顾它，咱就给它照顾，灌溉它，灌溉，希望它这个幼苗发展，希望这幼苗发展。我们早求到的，早求到的，度世界的众生，度世界的众生，将来那个后世，将来后下，我给它的培养好，咱给培养好，这里头有这点意义，这里头有这意义。拿去你跟人家得说一说呀、啊。去等于爱讲讲啊。这个干什么用啊？讲这冲啥用呢？也没有意义，这啊无意义，啊都无意思。我们道里头先说比较逊。咱道里底先论的混文。妙训太多了。妙训太多了。我们说那马马虎虎啊。咱未使马马虎虎。每一个人都要给人家讲清楚。咱每一个人讲讲清楚啊。意思。
哥，谁要讲出来？先把意思来给讲出来，叫人知道，让人知影，才才能感动人呢、啊。伊才会感动人啊！我们糊里糊涂的，咱若糊里糊涂，当摊主，做单子，做电饭师，讲师，讲师。你当个师是传道的，当师就是爱传道啊。是解除人痛苦的，该治人的痛苦。糊里糊涂，什么没告诉人的？糊里糊涂，什么都不敢讲。人家跟你修什么道？能跟你修什么道？我是前人呐、啊。我是前人。你不教给人家，你什么前人呐、啊？你不教人，你是什么前人？大家听懂吗？大家听有无、哦？听懂就好了。听有就好了。应该现在我们要吃饭休息休息。现在应该吃饭休息的、嗯。他们说呀，练习了好久了，练习好几天了，要唱个歌。因讲啊，练习真久啊，要唱歌啊。要唱快唱了。还唱者。受不了，在那儿站着，热的。你那刚刚无法度休坐啊，咱就这边休息啊。嗯
哎，三点半。啊，你无后壁咧罚款啦。洗手，洗手。来，李亚，李亚，我看你。